大家好，我今天呢，我又出来走走，然后我到三峡的一个山区了。这个新北市的三峡哈，范围非常大，那有化石啦，有文石啦，有玉髓啦，有木化啦，非常多。那这边也算是三峡哈，只是这个地方呢，从来没有人来过啦，我相信应该是不会有人来这边探索化石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看看哦，这边是不是能有发现哦化石的一些迹象啦。那这里我也是第一次来啦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东西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探索。这一带呢，根据我的一个简单的研究，应该是有所谓的南港层。然后我也发现，南港层并不是说，一定是有岩块才叫南港层哦，不是哦。好像那个砂岩哦，砂岩、泥岩也有可能是南港层。所以这个我之前的想法都认为说，南港层一定要有岩块哦，这样想法是错误的。啊，这边有溪流，我想下去看一下。那现在找地方下去。哦，还没下到溪流就已经看到了。哦，这个化石，所以这南港层的一个砂岩啊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以前常讲，南港层有没有？青灰色哦，青灰色的像水泥块的东西，就这样。这种呢，运气好的话，里面会有极灯型海胆。哎呦，看到一个东西了，哇，这什么？哎呦，这一颗，哇，海胆，一来就发现了，哦，极灯型海胆。有没有看到？哦，这边有花纹。那这种呢，如果在这种岩石里面就太好了，因为这样的话会非常好采集呀。哦，那这边我待会再探索一下。太棒了，运气非常好啊！这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边有海胆，那里也有海胆。有没有？这个我不太确定是什么了，可能是后盾或者是新盾。有没有？这里面也是海胆，海胆在里面，但是这种很难敲哦，非常难敲，这很麻烦呐。我还是比较喜欢极灯型海胆，因为极灯型海胆一颗圆圆小小的，敲一敲都爆出来了。这也是，哦，海胆呢。破损的海胆化石。哎，应该是新盾海胆之类的。反正就是盾形的海胆啦，然后这种海胆有时候以前又被称为说什么五孔海胆哦，因为它有五个孔。哇，这个有圆滚滚的东西哦，这个哇，应该是贝壳之类的啦，贝类化石有没有？它的纹路，然后这里是贝类。我还以为是海胆呢，哦，这边都贝类化石，贝类的化石。这是新盾海胆，这一个盾海胆中间破掉了，留下两边。那基本上它是一个圆盘呐，然后它们这样很两片叠在一起，哦，这边一片，这边一片，这里其实也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片，所以这采集哦极为麻烦，
哦，非常麻烦啊，因为你踩了一颗，可能另外一颗也被你弄坏了，所以这个我就看看就好，不理它了，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处理，采集它只是破坏它而已啦，像这种就算了。哇，这也是化石的沉积哦，这个有没有新盾海胆？哦，这也是，这个可能是后盾哦，可能是后盾海胆，哦，新盾海胆。只有刚才发现的那一颗吉灯而已，而且是破损的，然后现在这里呢都没有发现其他的海胆化石。这里也是哦，这个是化石层啊，化石的沉积层哦，到这边，然后这个海胆呢有没有？这个破掉，这新盾海胆破掉，这一块哈、哦，这一块似乎是完整的哦，但是你要怎么撬？这很难撬，很难取啊，非常困难。这最好是有电动工具，然后把这边上面弄掉，小心的取出来。这个非常困难，这边也是，哦，都破掉了，哇，这也是海胆，大概这个沉积蛋，哦，就在这里面，这个很麻烦呐，所以我比较喜欢那个像小笼包啦、鸡蛋呐、啊、那种圆形的海胆，像那种盘状的哦，非常困难呐，所以这个我也不取它了，好，不取了。哦，这里一颗，哦，这个新盾海胆，新盾海胆就是比较薄啦，然后这个都破掉了，然后它是有没有片状插进去，所以这个采集哈、哦，就算采集成功，这里都是破损的。好，现在呢换别的位置啊，看看往上游看看。没有找到新的吉灯型海胆，哦，只有刚才那一小颗破掉的。照理讲，吉灯型海胆它是有群聚性的啦，有一颗基本上会有两颗、三颗。可是刚才那个母岩，我稍微看一下就没有其他了。现在就哦，溪流这边上溯来看一看，看看能不能再找到。最好是不要什么什么后盾新盾啊，那个很麻烦啊，贝类化石哦，这也是海胆化石啊，上游好像比较没有看到化石哎，奇怪了。然后我看今天找到这个点也算是密点了哈，这个很不容易啊，在多年后又发现这种有海胆的一个地层，然后这种点基本上顽石哈都是互相的啦，那平常有在联络啦，有在互相分享的啦哈，大家才会互通有无，那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的话就比较麻烦啦哈，像有些人不认识或者不熟，劈头就要问点，这样是不行的啦哈。这个我这个人世间的一个运作，都是大家都是要互相的。哇，这上面呢，越进去就越阴森啦，再进去我就不会再进去了，这边稍微看一下，寻一寻就好了。哦，有了，这里还是有海胆哦，哦，破掉了海胆，有找到这种南港城母岩哦，就有机会哦发现化石这样。那里面呢，基本上就没办法进去了，没办法钻，那个草全部都把它，哦，都把它覆盖住啊，你要穿越很麻烦呢、啊。哎呦，这里也是。海胆化石，
这个比较软一点，稍微软一点。哦，这是海胆，很可惜啊，破掉了。哇，这边有一块母岩。哎，哦，在一个斜坡上，这边也是很多的哦化石，贝类化石。然后那个好像是海胆，海胆化石，海胆的破片。哦，海胆破片。这个没什么东西的，我相信这个在地底下应该如果有南港城的母岩，应该一定有很多海胆，只是那个已经超乎我们的能力，没有办法采集，那这只能等以后这边是不是有大自然的一个例如说崩坏啦，然后新的母岩出来才有可能啦，否则很困难。这边也是有一些母岩，这个说不定是也是哦，只是哎呦，这边都是原始地层啊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今天的收获啦，破损的小极灯型海胆，在这一块母岩里面找到的，一来就看到，可是我把这边敲开啊。并没有发现其他的东西。好，那今天呢，这个地点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这是我个人偶然不小心发现的啦。因为现在我觉得好像有时候你没有刻意去找，但是都会有新的发现。那就顺便分享给大家。这里是我第一次来，第一手资料。好，那就分享到这咯。拜拜。